谁敢动姑奶奶的人？大当家的，有意思！这寨子不大吧？当家都不少。哎，你们寨子娘们说了算。说说说！洪庆寨的，这么玩可不厚道。哎，厚道不厚道？今儿是你们清泉寨的人上赶着来送命，怎么着？玩不起了？玩不起了？你说话呀！那地。 可就归我们了！是吗？想死？姑奶奶陪你。那当家的火气好大呀！这么有本事，这局您来呀！ 东东，我来吧。对，想和我师傅动手，先给了我们姑爷再说吧。你小子看着没几个岁数，待会儿可别吓破了胆子。愿赌服输啊！你要是赢了，人让你带走。行。 这什么妖术？这是技高一筹而已，承让了。罢了罢了，英雄出少年，一块地而已，我输得起。那说话算话啊！就是，我这块地吧。好，走了。好。 别得寸进尺啊！敢耍阴招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等等，你冷静一点，把枪给我。师傅，别出人命啊！给我！大当家，师傅，别冲动，师傅，算了吧，师傅，算了啊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师傅，算了，师傅啊！走。 走，出点意啊！出点意，玩阴的。